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扫弦。那么扫弦呢，是我们整套弹奏中呢最常用到的一种技巧，也是我们呢在弹奏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时候呢，我们都能用到。那那个时候如果再用我们学习过的风琴呢，就会显得比较单调了。那扫弦呢，归根结底，但不管你听到的扫弦有多么好听，或者呢是你觉得有多么的难听，那它都只有两个动作，一个呢就是往下，一个是往上。好，那么往下扫呢是最简单的啊。那我们先从往下扫开始。那在扫弦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了，我们千万不要将六根琴弦啊全部扫到底，这个呢是错误的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的话，扫出来还是有层次感的。但是对于我们初学的朋友来说呢，如果你一下子就去扫六根琴弦的话，很容易混浊，而且没有层次感，而且可能也非常的难听。那有可能有人就说你扫弦很难听，那可能就是你扫的琴弦太多了。那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扫多少。第二点呢，重要的呢就是你的手指的力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了。那有些人呢觉得扫弦呢可能应该激情一点，但是呢激情我们也是需要有控制的。像是说在唱歌，比如你的嗓门很大有穿透力，但是你真的像大哭一样滚哭狼嚎的话，那样子也就没有美感可言了。那扫弦呢其实也是一样，你听到的不需要太大的声音，可能你已经表现出来你所需要的这种感觉了。那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点，也就是我们手指的力度。那么第三，就是我们扫弦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指不能进弦太深。那往下扫呢，是我们食指，用我们食指来扫。大家看，当你的食指正常的往下滑的时候呢，只有一个部位能够接触到我们的琴弦。尝试一下，那也就是我们食指的右侧面。当然，我们的指可能是右侧面出弹，不可能是左侧面这样子出弹，对吧？用右侧面往下滑。我们的食指呢，不能直接跳深了，像这样。可能就是我们手指呢用力过大，然后我们进行的太深了，那这样子呢就不好听了。但是呢就像我们从琴弦上那样轻轻的擦过，那一般呢往下扫的时候呢，我们是扫四根弦左右就是四三二一。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瞄准了这四根弦往下扫，这是一种大约四根的感觉。大家看这么往下扫的时候呢，其实力度呢并不大。比较适中的力度就可以了。慢动作呢，我们就这么慢慢滑下来。好，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由慢、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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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扫弦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扫弦的动作。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手腕，我们要用我们的手腕来扫弦。尤其是我们腕关节的这个部位要让它很放松要让它来带动我们的手来扫弦不能整个这么动，不能用我们的整个手臂这样子去扫的话这个动作是错误的。手腕，我们要用手腕来扫当然如果你看到有些人扫弦，尤其是一些技术比较好的一些吉他手呢，可能他扫起来的感觉呢动作比较大，但是呢那个不要去学因为当我们自己真正掌握好了方法之后呢，我们再去怎么样扫那就是自己的一个风格了。
但是他们展现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动作很大，那其实别人的发力点呢也是我们的手腕，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用整个手臂啊、来扫的话，那你展现是非常累的，跑一会儿就累了，而且也不可能扫很快的节奏，所以一定要学会用我们的手腕来扫。好，那么就是将我们的手腕呢抬起来，然后呢下去。大家也可以用我们的左手呢轻轻的捂住我们的人的肩线，去找一下这种感觉，这个手腕带动去往前扫。好，开始呢我们就这么练习就可以了。好，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课的书籍当中有一个练习，好，这个呢就是全部往下扫的。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暂时按住一个 C 和弦，左手呢暂时按住一个 C 和弦，然后呢我们来往下扫，下下下。好，一开始呢我们就这样子训练，当你觉得你的声音和我的接近了，那就说明你已经过关了。好，这个呢就是下扫。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扫，那么上扫的时候呢是用我们的拇指来扫。那么拇指会用到哪一个侧面来接触我们的琴弦呢？就是要用拇指的哪一半呢？你现在自己看一下，如果我们用拇指往回扫的话，应该是哪一个侧面啊？是不是我们拇指的一个左侧面？对，我们侧这个侧面才顺手，你不可能这么去扫，对吧？那记住了啊，用我们拇指的左侧面。好，那我们往上扫的时候呢，一般是三根弦左右啊，一二三弦左右。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只能扫一二三弦，这也是一种感觉啊，也不要就是完全的就认同了我们三根弦的去扫。好，那我们看到我们设计中的第二个练习啊，这个练习呢就是一个上扫。上扫呢也是用我们的手腕往上一带而过啊，带它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也可以来按住我们的 C 和弦来试一下。这个呢就是用我们手腕轻轻一带，这么单独练习呢可能觉得有一些不太好听。好，那现在呢你就可以记住我们下扫的动作和上扫的动作，好，有下有上。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下一个练习是下与上的练习啊，是三个下一个上按四个和弦 AM BM C G C。 好，我们来看出我们 AM 和弦。好，左手来按住我们的 AM 和弦。好，看好之后呢我们来试一下三个下一个上。好，记住我们下和上的动作要领，下下下下。好，再来尝试一下，下下下下。好，第二个小节呢是 BM7 呢我们可以用我们食指横按住我们的一二弦的第一品，然后再用中指去按住我们的三弦二品，然后也是同样三个下一个上，下下下下。好，再来尝试一下，下下下下。好，接下来第三小节呢是我们的基本弦，好，按住基本弦，我们再来扫一下，同样三个下一个上。好，下下下下。好，最后一个 C 和弦，按住我们的 C 和弦，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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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其实呢非常的简单啊，那我们也要把我们这四个和弦转换熟练了才行，这也是为我们要学习的下一首歌曲王杰的安妮做一个准备，就是基本用这么一个节奏来弹的，非常的简单啊。这个呢我们主要当作是一个扫弦的练习啊，总比我们去做一些练习要好一些，没有那么枯燥。好，这是一个练习，练好这个练习之后呢，我们再去看我们书籍中的练习二。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下有上啊，非常常用的一个节奏。大家听，我给大家呢示范一下。好，那么首先第一个小节呢是按住我们的 C 和弦。那我们先来看到我们的曲谱当中，其实呢，它就是下下上下上下上。好，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小节，第二个小节呢换成我们的 AM 和弦，当然我们的右手呢同样是这个节奏型，再换成我们的 DM7 啊，这个呢同样的用我们的食指按住一二弦的一频，然后再用中指按住我们三弦的二频，右手呢同样的节奏，再下一个呢是我们的 G 和弦，好，左手按住 G 和弦，右手呢再来一个，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练习二。那么我们呢，再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好，其实呢非常的简单。如果这节课我们这四个练习，如果你都全部掌握了的话，那么你的扫弦呢就算是入门了。学会了这个扫弦呢，就可以弹两首歌曲了，一个是我们即将学习的《安妮》，还有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时光》。好，我们在学习练习的时候呢，可以提前听一下这两首歌曲。后面的课程呢，我们再来学习这两首歌曲的弹唱。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